咱将新建和西登的嘉义市，嘉义市儿童老家社区活力计划启动，并展出着计划升级调查和工作坊的成果内容，期盼借此活化老家的知识传播，也整合主管向社区营造的工作基地。儿童就是中正路街道，是日治时代嘉义市重要的贸易通道，也是火车站由立旧城区的主要路径，街道商品商家林立，有旅社，有南北大会，食品化工、化妆品甲美容，珠宝、服饰、尖车行，鞋仔、钟表、计穿用品、身上雕刻甲刺绣、布装、药材批发、特定用品、传统小吃，各项都有。即敢若真像一座平面式的百货公司。早期联络的相反交易是非常的热烈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计划，一步一步的让嘉义市的旧城区的发展啊，能够有新的元素。一个伟大的城市要有共同的伟大的记忆啊，这是一个进步城市的必要的条件。所以，这个唯有共同的记忆，我们才有共同的未来。所以怎么样让儿童老街道啊，儿童的这个社区能够再造啊，是我们市政府努力的目标，也是我们市民共同期待。我们看到那些老街，其实它的特色不逊于其他国际的城市，我们愿意啊投入更多的资源，结合社区的资源，像今天在这里这个驻地工作站，就是凝聚我们市民的意见，资源整合，再造未来。计划主持人陈惠民主任表示，这个计划促成驻地工作站的实质设立，上主要的用意在于，当今复杂难题的儿童再造儿地，发挥意见整合、资源媒合、资源媒合、资源媒合甲公司协调。而且来具有行动力的智库功能，未来希望凸显重视旧街区的未来发展甲课题。甲课题，细心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